后呢，来陆续安排我们刚刚朋友有点唱一首《酒醉的蝴蝶》。大哥，老板还在吗？我们的大哥还在吗？我唱你跳可以吗？可以哈、哦，来陆续安排这一首您点唱的曲子，来一首《酒醉的蝴蝶》。老师，下一首 CD 38，我的好兄弟。